小朋友在台上以手语表达对母爱伟大的感谢，充满活力的可爱模样赢得现场掌声不断。劳动生意来，身心永康泰。各式 DIY 摊位挤满人潮，凤凰山台南福国寺欢庆佛诞节，结合市集以及亲子活动，吸引千人共襄盛举。凤凰山的特产就是欢喜，大师也说他这一生是喜悦一生，我们来到这世间就是为欢喜而来的。人间佛教以欢喜弘扬佛法，借由多元活动把佛教推广出去。凤凰山副住持慧昭法师受邀主持浴佛祈福，带领大众诵持心经，并攻读星云大师佛诞节祈愿文，勉励每个人心中要有菩萨般的慈悲。我今灌木中如来，香堂浴佛发愿做好事，说好话存好心。台南市大家长黄伟哲也亲自前来感谢福国寺为台南社会的服务奉献。佛光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宗教信仰，也让台南人有一个很安、很静、很平祥的一个宗教，让我们能够依靠，让我们的信众都能够知道佛诞节这一件事，这一天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借此让他们有感恩的心，感谢这个佛陀呢降诞在这个世间上来度化所有的众生。透过圆游市集传递佛陀诞辰寓意，福国寺浴佛祈福人潮涌现，显见人间佛教扎根地方丰硕成果，透过佛法持续传递人间温情。今天卫视黄国忠台南采访报道。